看到他了就吵了。他就补了一个，他学了什么？不学W呗。 早玩那么变态吗？现在玩这么变态有什么好处吗？你这不死了？ 别不推！ 推都没啥用，其实有机会杀他。 都敢上了，没骸骨了，兄弟，我有骸骨，怕他不知道的，想跟他说一声，我有骸骨的呀，兄弟，那么贪心，他想一波打死我，怎么这玩上单的现在都这么变态呀？一级就是各种进草了，站在那里就。 无脑的上来跟你压跟你换，就各种拿技能跟你搏，就感觉好像要一波打死对面那种，就我都搞不懂，怎么都这么变态啊？玩游戏，会不会玩上单啊？上单是慢慢来的，哪有这样子玩的？凯隐来的挺关键的。 凯隐先到，一个人头就能拿下来。就我发现现在都是这一级都是跑来占这个草，就一级都要过来压上你，就怎么样都要压上你，就感觉他们好像不把你的血压下去，他玩不了游戏，莫名其妙，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 我这里可以秒他。 W 必中了，但是这种 W 我不知道怎么教你们放，这种 W 你们看完可能会说假，但是这个 W 就是能中。怎么说？这个 W 你们给多少分？
慢放，没必要慢放。 杰是走，还没进。先把后排兵清。他这里 DF 都在。 才医好了，这才能再打他一下。走了，他这血量秒不掉吧？而且如果我强行上，会有点危险。 他这么肯定我走了，他离草丛很远，很小心，他不怕我在这里吗？我在这里等他 Q 完 Q W Q 一来，然后一个 R Q， 他就惨了，不惨也要被打击跑了。这 W 肯定控不了。 我没吃到，没事，他砍不到我。 给这个凯伦经济吧，他拿了经济，基本上对面会玩不了。再买一个长剑，这把太肥了。他太恶心这个人了。 凯隐不来上，我把这个吃，把下半局三注意。F 6还没刷，他不会还要推吧？这诺手，我看他一下，他推他就死了。这个先要真敢来吃，就真的是不懂玩上单，他应该不敢。 他在激怒对面的诺手，玩游戏真不用这么变态呀。
你可以拉扯一下，等我失误，你再上。这怎么就那么手，就那么想，就一波上来打死我。我最近发现很多人都这样，就他要想上来一波打死你，他打不死你他就不玩了，就差不多都是这样子。小心一下这个左翼，这里是有个眼的，这个地方有个眼，这位置还挺不好操作的。 转他那一圈，真的拉不到我。左翼还在中，把这线推了，然后我们走。操！哎呀，这个杰哥！ 诺手易过了吗？易了，那没易到我。杰哥，完。这能杀吗？杀不死。 杰哥来了，好惨！剑魔打诺手太好打了，他还是后手出了诺手。这是不是那个剑姬啊？好像 ID 有点像。我会不会玩老夫子？不玩，我很少玩轻装战士。轻装战士有点难玩，轻装战士真的很难玩。 没那么简单。其实剑魔也是那种类似武器的轻装，但是剑魔至少有回血，其他英雄没有。这种重装玩起来简单，你只要把走位什么拉扯好就行。这啥意思？ 一般重装战士清兵都很厉害，而且一般重装战士大部分都是 all in 的，就是直接一波的。打轻装你需要拉扯，你要慢慢来。其实玩重装战士的人，你让他去玩轻装战士，他会有点玩不习惯，很正常。因为这两种类型的英雄，他打法是不共通的。但是你要是玩轻装的，比如说你让玩剑姬的人去练轻钢影。 练刀妹就比较好上手，因为这种英雄他有共通性，他的打法很相近，只是技能不一样，知道吧？一般玩轻装，他都是慢慢磨血的。谢凯哥来了送的半卡，但你玩重装的，你让玩剑魔的去玩诺手，玩婉豪呀，这些可能就会有共通性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我操，一点点血，走。他妈还不投降？我去拿个先锋，打野不带惩戒，什么东西？ 诺手跑下去，他不跟我玩，诺手不跟我玩，兄弟。我木瓜青龙拿了两个人头，我操！
自己打一招。妈的，还敢看？没人杀我杀你！谢谢凯哥来了这两张半卡。 有点失误，sorry。QY， 想跟你们说话 ，QY 了，哎，想跟你们说话。杰哥又来了，我这里没血了，现在。哇！ 哇，帅！呜 ，Triple Kill， 没了呀，全线爆炸！对面这中路他欺负一下我们家里奥，没什么用。怎么今天感觉霸天的手感又很好？这到底刷不刷？不刷我刷，看着好晕人。 这就不能人人有头吃？马可波罗，<笑>马可波罗，哎，典韦太难打曹操了，说实话，典韦真的太难打曹操了，典韦是真不行，这英雄有致命缺陷，他根本没办法打曹操。 哎，这烧死了，140块，再聊你又死，彻底疯狂。那我手在求什么呀？哇，是真的勾八痛，这东西打的，他都没出星虫。 红凯要出星虫，那个机动性就很高了，他就出星虫，他能那个的，移速会很快。感谢凯哥来了送的两张半卡，谢凯哥来送两张半卡，谢谢老板的两张半卡，这里有没有眼？站一会，都不守我，跑中路去了。 谁 A 的？我没 A 啊，是他自己 A 的。这家里奥在搞，我操！是不是对面大龙？正义巨象在搞。
左一外服第一讨厌英雄，好像是我听说外服的人挺讨厌左一的，他们希望把左一这个英雄删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国服好像就没有人讨厌左一，好像很我好像国外的人很多都说左一这个英雄很不公平，说他很减召暗时技能有点恶心。我看好像确实是这样。你更讨厌哲理？ 我讨厌什么？我最讨厌的就是奇亚娜，他妈了个逼的，超模！一波吧，再拖夜长梦多了，我要去打团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奇亚娜，超模！哲力一世无上限，那英雄被大砍就知道肯定是英雄有问题。 一直在被砍，不知我在干嘛。好狠！ 够一个小兵够！我操，这辅助这么顶，扛兵是吧？这露露被我控制抵消一个 Q 弄死，结束了吧？满血，523，拿下，兄弟们！哎，左一小姐，我不能当你的狗了，要下一次。哎，拿下，拿下，兄弟们，大家点波关注啊！